真的手臂跟身体连接的是在上臂，上臂带动关节肩关节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主要上臂，手指呢？手指这是带方向，手指是带方向，好是吗？力量是在上臂啊，所以两个上臂要注意它的那个拧转的相关性。啊，比方讲，丹凤朝阳，你在做丹凤朝阳的时候，主要是上臂，你看上臂翻，手肘都跟着，肩也跟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上臂翻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手肘撑开，连接住小臂，手掌带方向，啊，所以前手的上臂这个样子，后手呢也关键也在上臂。你的关键在上臂的时候，手就不会这样子了，也不会往后去了，也不会这样子了。上臂是这样，你看前手的上臂这样转，后手的上臂就是这样转，所以它产生一个相推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带这个推，就是这样子产生阴阳之间产生一个这个力量，是不是？白云线骨也是这个上臂，你看起来，它变成这样子，所以后手的上臂贴着这样子，这样向内拧，小臂这样，上臂你看上臂向内拧，小臂翻，啊，这个上臂往这边翻，你看前手的上臂往这里翻，小臂拧。听不懂？你看，这个的上臂是这样翻，小臂拧转，是不是？后手的上臂是这样翻，小臂往这里拧转。上臂去注意你的上臂的力量，拧转是往哪拧的？听不懂？啊，青龙飞身也是青龙飞身的上臂。你的上臂放在这个地方，它没有力量的，它没有走动力的。上臂在这里，你看，上臂在这里才有这个力嘛。同样的，你的后手这样放，后手这样放，它也是有一个拖劲啊。上臂是这样子，你看这样子，看不到，这个是这样翻。这样拖，后面是这样翻，这样力量，懂吗？白蛇浮草也是一样，上臂朝这里，上臂是朝这里，不要朝外面，是这里的，上臂是朝这里，小臂是朝这里，看不到？后手你看也是这样子，后手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它两个相对。它两个相对的，有没有？所以你这个才可以这样走，后面你看这样走，这两个是相合的力量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它前后阴阳在动的时候嘛，不是说阴阳的关系，它有相推，就前面往这边走，后面也是往这边走。前面带后面，后面推前面，是不是？它有相逆、相激、相当的，有这样子的。这样子的时候，方向就是往那边去，好的吗？两个相对的时候，就产生一个什么力量？产生一个这个力量。丹凤那个白蛇浮草就是这个力量，你看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他们是这样，他是这样子的，产生出一个这个力量，相逆的。丹凤朝阳不是，丹凤朝阳是顺的，丹凤朝阳前手往这边，后手往这边，他们是不是同方向？同方向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狮子张口也是啊，狮子张口，你看上臂是往内的，上臂是往这边上。你的手不要，手肘不要跑到外面去，这个手臂就没有动力了，啊，所以上臂卷进来，你的肩松掉，上臂一卷，肩
尖刺在翻嘛，这个前手，后手的上臂也是一样，后手这样子走了以后，你看这样一带，这样带，好，你看背就被拉出来了嘛，你不要这样子啊，这样子背没有啊，背没拉，这个就没有力量，它没有一个带动的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前手是这个样子，后手你看后手的上臂这样一走，你看啊，身体就拉过来了嘛，这两个又是相逆的，看到上臂，手指是带方向，手指是方向，懂了吗？通路是在这里，通路在这里，通路是上臂。你看我的上臂转动的话，我上臂转动，同时转动了什么？同时转动了手肘跟肩膀。嗯，看不懂。老师，你说的通路就是连接手跟躯干的通路。对，对，你现在比以前聪明一点了。老师，我有念书了。我有偷教他。很好。推掌也是一样嘛，推掌的上臂，你这个手出去，推掌的上臂是往这里的，所以你才会往这走啊。他的手臂，他的上臂不是往那里吗？你往那里，你不是往那走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上臂是推掌，上臂往这里走，你看，也是，他们两个是相对的，挤压出力的这个力量。看不懂，他两个是一起的，这样一起向内卷嘛，挤压出一个这个力量。看不懂，哎，你要去注意每一个动作，八木掌的每一个动作，两个手臂这个力量有这种的力量，有顺的力量，有它顺，有它相逆，阴阳之间就是这样子啊，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两个的关系嘛，不是一个跟一个，就是两个相对撞嘛。是对开的吗？啊？有对开的吗？有啊，对开一样是相逆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顺跟逆嘛。啊，就是顺跟逆，这样没懂？所以，比方讲，丹凤朝阳在这里，在八木掌里面它是顺的，它是这样子。你们练啊，你们还没有练到八掌拳，你们有些人有练，你看它跟身体之间也是一样，它是顺的，它往这边转，所以我的身体也是往这里转，所以走是这样走，身体跟我的前臂跟手臂之间也是顺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到了拳里面，到八掌拳就不是了，啊，八掌拳这个一起来，他的手臂他是这个手起的，他这个往这一转，这个往这一转的时候，身体是逆的，嗯，身体是逆的，听不懂？对，还没练嘛，但是我说的是什么？我说的是。一个同样的转向，它跟另外一只手跟身体之间也是有这样的关系的。我这个手这样子转，我的身体可以跟着它走，是一种力量，顺的力量。我的手臂往这边转，我的身体是不是可以往这走？逆的力量。听不懂？所以两个之间不一定一直是顺的力哦，顺的力跟逆的力都要有。哎，你们在走掌的时候就要去找，就要去把这个东西要做好。你这个东西一做对了，你看这边力量，一做对了，走动跟你的架势跟那个连接跟身体的导引的关系就对了，听不懂？手指的方向在对，啊，手指的方向是往那边去的，不要这样子。啊，手指的方向，这边的力量，拧啊，手指的方向往那边去啊，不是往这边的啊，你看这样子导引的方向就错了，这样子也错了，
方向，这是方向。看不懂？手指带动的都是方向。那个狮子张口到底是人对的中心还是手对的中心？人也是啊，他在中啊，他这你看，这不是在中吗？我的人，我的人也是在中啊，他是在这啊，这样子啊，这个在中嘛，这样，这样不懂？啊？不是，这只手要往下看吗？不用啊，张口啊，还没吃啊。不是准备，还没对。张口。啊，所以你张口是，你看这一走，张口就有一个合的力量，所以狮子张口不是往这里的力量，不是往这里的力，张口呢是有一个合住的力，有一个合住的力。你看这边一卷，这边一卷，两个有一个合住的力的，可是上面要张开，上面要张开，这样不懂？啊，你大嘴巴以鳄鱼来讲嘛，这边是稳嘛，可是这边它张很大的时候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回收力了？下颚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回收力了？就是这样子，看不懂？所以你的上臂一转的时候，上臂一转，这边就有个合住的力量啊！你不要一直让它走。不要一直让他走，这样子四张口，这样子就没有力量了，这样没有力量了啊。好，休息一下。